干，对面变三级，都不给人家玩的是不是啊？太习惯的话，你眼睛会越来越不会分啊？可是我眼睛不是不会分泌泪液，我的眼睛是会刺痛。喜欢听我骂脏话，我没有骂脏话啊，我没有骂脏话啊。我有梦想，谁也夺不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搞错了，我没有骂脏话，没有骂脏话了，我看起来像是会骂脏话的人吗？哎、欸，刚刚那个一幕，刚才对面是有一幕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不能打字哎、欸！干，我说我要一二一起冒冒看，他给我变跑跑看。啊，什么垃圾？什么垃圾感应啊？我一二一起冒冒看，一二一起跑跑看是啥回？电台主播全音，那我就可以给白一点啊、哦！大家好，我是管理妹。没事，我们先玩。二蛋好冒，完蛋了！小黑要当主打点是不是？出了一只小黑，我也是觉得蛮屌的。好远！我是篮板王丁木花刀。哎呦！啊，怎么叫不能左攻身后球？要调整位置，所以锅点是一样的吗？哎呦！这个左右，砰！哈哈哈！哦，这样是能赢的吗？哎、欸，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不会玩猴子是不是？哎呦，跟我 bug 二段呢、欸。然后这个板我没吸到，也是蛮扯的。哎呀，我失误，面向被拉嘞、欸，面向被拉了。我们等一下还是蹲底好了。我的，哎呦，很吸啊！这个小田那个板，哎呦，这个小田那个板。哎、欸，我刚才是跳快还跳慢？以那个看起来的感觉是跳慢了，感觉是跳快了。哎、欸，兄弟，后撤！哎、欸，我的，可惜被推到了，没推开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以盖一盖二，哎，就站在这边就好了。我的，哎呦，小田好秒，有料。看来就算看得到，赤木板点还是要熟悉一下的。尽量把球传给我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感觉可以盖一盖二，哎。下去哦，要上喽。完蛋了，挡拆。哎呦，要上咯，又被上了啊！被上了，
被他上啦，兄弟们，悲伤了，悲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，就是悲伤啊，要伤了，完了，这场有精华吗？比悲伤悲更悲伤的故事啊，让我来，笑死，陈浩让我来，哎。不要上我！不要上我！不要再抄了，兄弟！你很可怕，你很可怕！你不要再抄了！要上了！哇！被他挑到了！篮板王丁木花刀，刚好在蓝圈头上啊！哎，要上了！啊，怎么回去了，兄弟？好远啊！哎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弹错边了！哎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冒一冒，哎，靠背啊，那猴子二段根本没用啊，操！哎、欸，没用哎、欸，我操，证实啊，猴子二段没用啊，没屁用啊，一模一样的，锅底一模一样的。我第一场哎、欸，第一场都马上冒成狗了。好、哦，绝杀篮板，我是篮板王丁木花刀，干 ，CP 呀、啊，有大了不起呀、啊？有大了不起呀、啊！哎呀，要上啦，要被上啦！好彩，板，不要上我，不要上我，要上啦，要上啦啊！一定要这个。尔南，尔南，单核赤木怎么玩？尔南，你是不是一直灌就好了啊？要上啦！哇、哦、哇、哦，还有机会吗？蓝迪踩着，可惜。干，谁会勾手？我不会勾手，勾手怎么按？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赤木勾手怎么按？完了，好险，抢到板了，腰伤啦！不要、啊、不要啊！走走，就自己灌篮了，不要啊！三分球！哎呦，好险！那个樱木花道没大啊！徒步加灌篮吗？徒步加灌篮是那个，是龙卷风灌篮啊！徒步加灌篮不是那个灌篮啊！湘北的正选球员没有，湘北的正选没有落者，可以了！曹琦，身为湘北的队长，我带你奔向胜利！糟了，糟了！哇，他开始北篮了。哎、欸，我可以，其实我可以盖一盖二，他就不用进来了。湘北的正选啊，是弱者啊，湘北的正选。好差，我相信你盖得到的，我就知道你会盖得到的。小田，想不到我们要靠五元的外援吗？才有办法赢这场游戏吗？湘北的正选啊，完了，完了！我刚才在看藤真啊，我就知道那个位置失位了，靠背嘞。二段，我操！湘北的正选接个球啊！二段，哇，完了，完了！湘北的正选，湘北的正选连捡球都不会捡了。湘北的正选连解球都有问题啊！湘北的正选，湘北的正选，板，没有板就没了。湘北的正选，不要天才啊！哦，一转身盯防，投篮，什么是完了？靠背，我在看聊天室啊！什么是转身盯防投篮？祝冠霖老师，冠霖老师抽到集训，抽到集训三井，三井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